直没有离开这一波疫情，因为啦，这一波的疫情带来了无人不知，尤其是全球多部分的国家所影响的过大，尤其是平时啦，靠着双手做工来生活的苦边缘的人家，一旦呢是断工，没有收入，他马上红灯一亮，就断粮断炊的啦，啊，苦苦啊，喊的苦，人啊是多啊，这一个个果熟了，那连毫无关系的果呢，在经济上也被锁了。这都是呢，全球啦，国家都这样的联手起来。总是呢，天天我们都在看信息，在大爱台啦，天天都在呼吁。画面所看到的满满都是戴口罩，国内外都是在戴口罩。现在大家戴口罩呢，变成了是常态啦。所以社会人人戴着口罩，天下人人的都少不了口罩，就可以看见想象那样工商停业的时间还要拉多长啊，那一群非公难生存呐、啊。那一群靠着双手做工的人，他没办法，要怎么办？所以慈济人就开始了动作了，动得很快呀，马上呢去做安抚，去做法王啊。还有我们呢、啊、看到了有病的在耶诞呢，这机会啦，他固守在耶诞有伊拉克的难民啊，叙利亚的难民啊，所以他们那里呢有不少的重病，还有呢重伤患，这还有颈椎这病啦、啊、那当然啦、啊、我们在那里也承担起了这五病送医里面呢，叙利亚的因为逃难里面有简单 的医疗站、啊、简单的医疗方式，五兄五妹呢就我们就送给他们来治疗，请他们治疗啦，那开药啦，慈济人啦、啊、负责开刀费跟药费，这好几年来啦，不知道几千人啦、啊、过去啦，其中有一个
可以特别来说的个孩子啊，小小得到的是克隆氏这个孩子，那就是邓阿飞对大腿顶哈一压就会跑出来大便，真的是哈真苦啦，拢无法度伫咧行路，长期都是在床上。这个孩子呢，年纪这么小哦，需要用的药就是当地买不到，这么多年呐、啊，折腾他。好在去年慈济人呐、啊，人医会啊，药剂师啊，大家到了耶诞去了，看了很多的病人，有一位菩萨回来，他说因为他是有这书啦，他说他知道这个药啊，他要负责，我说好啊，你去负责啊，看多少才回来请，他说师父，这个孩子有回我来领用，一直到现在孩子呢胖起来，孩子呢可以上床，孩子呢可以上下楼梯，可以走路的啦，还在治疗中呢，恢复得非常好，让这个孩子给一个活泼的生命，有未来的生命，多么令人开心啊！这不就是神通广大吗？离得那么遥远呐、啊！他们受尽了这么苦难，他们的命啊，叫你轮呐、啊！阿内也可以，他现在海阔天空的啦，他可以呢，站起来，他可以走出去，他可以爬楼梯。孩子啊，生命啊，恢复他的活泼啦，新天地啊，多快乐啊！还给这个孩子，他天天呢、啊、都会拿着这一张像，这一张像是不理他的心，这我也很感动哦。那等于呢，我也陪在他的身边呐、啊，这都是呢、啊，心中只要有。这个人也是同样心心念念着他。这个孩子呢，是好几年了，记挂着他。每一次记回来，我就会问那孩子呢？有人去义诊，我都会问有没有看见这个孩子现在怎么样？哦。要说现在怎么样，我已经看到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他已经呢可以坐起来，也脸上有肉了啦，脚两只脚可以走路了啦，这就是这个孩子，我们要看他成人长大，这是生命的韧力，总是呢，只要我们人人一点滴的付出爱的能量呢，就可以呢，这大运神通啊，到无边际的世界里去
救度众生，所以啊，无边无疆际的地方，这时间在那过吼，那看到的星球啦，总是呢很开心。这就是我要天天说的感恩，感恩菩萨们呐、啊，有爱的能量呢，安尼滴滴付出，那力量呢源源不断呐、啊，给苦难人呢得救的机会就多了。